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考试的答案，尤其是在看过了老师给的答案，总是流汗没有答案，随时破了答案变烂。我除了考官那个答案别的全不看，我很生气考试的成绩真的太烂，老师不管依旧也习惯，我真的很惨，因为没人来管。考试到了就忙东忙西，就算累了就喝个啤，还是累的话选歌听一听，还是不能听，一直都在那边钓鱼。考试时就神经病，在自己班上关上了笔记，准备考试考难题，考试没有那么容易，都是考官软软出题，出题好点可不可以，不然我们会变神经，出题没有那么容易，不会不要在这放屁，不然打你打到神经，我们最开心，所以你算是神经。我除了考官那个答案别的全不看，我很生气考试的成绩真的太烂，老师不管依旧也习惯，我真的很惨，因为没人来管。考试到了就忙东忙西，不是累了就喝个啤，还是累的话选歌听一听，还是不难听，一直都在那边钓鱼。考试时就神经病，在自己班上关上了笔记，准备考试考难题，考试没有那么容易，都是考官软软出题，出题好点可不可以，不然我们会变神经，出题没有那么容易，不会不要在这放屁，不然打你打到自己，我们最开心，所以你算是神经。考试没有那么容易，都是考官乱乱出题，出题好点可不可以，不然我们会变神经，出题没有那么容易，不会不要在这放屁，不然打你打到神经，我们最开心，所以你伤心神经。等你傻到死，我们最开心的记忆。